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萌鹿玩具优于一人之下。第三季正式定档4月24日开播，而这一次的故事正是围着王爷展开，会一步一步揭秘到底是谁在盯着他，甚至还有他的家人。罗天大叫之后，王爷被武当除名回到了家中，却因为身怀八奇计，封后奇门遭人觊觎，家人遭人监视。王爷万般无奈，在好友诸葛青的建议下，向哪都通公司求助。张楚岚将携冯宝宝前来帮助他查出幕后黑手，诸葛青和王爷等人又将以怎样精彩的表现？觊觎八奇计的人究竟是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而从最新的先导 PV 中，我们能够看到王爷的打斗分镜做得特别棒。之前传言这些分镜是出自国内火影第一人的黄承熙之手，看来传言非虚。人物画风虽然变化很大，但是在打斗方面显然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所以一人之下第三季仍然还是有大火的可能性。不过据了解，这一次入室篇仅有8集，且看且珍惜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